那我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像你之前讲前面讲到的这些从文艺复兴到甚至到印象派，其实虽然已经是很商业化了，但实际上这些画还是很珍贵，因为他们都是油画，可能只有涂覆，也有少量的版画，这些可能量是很少的。但是到了安迪沃霍之后。甚至到村上隆现在的 cos，他们都不是在画了，他们只是在生产，他们可能版画生产了几百张、几千张，然后，村上隆的版画就是一天到晚的印，然后 cos 出那个小的那个玩具，然后连签名都没有，就纯粹就是一个公啊、你觉得他是真的就是真的一个这个。玩具，然后就全世界的这样疯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彩，正要我们继续讨论的，就是一方面艺术一定要有一个经济动力，它才能够发展；另外一个广义的艺术商业化也不是个坏事。但是，二战作为一个分段，的的确确在西方艺术里面，二战前和二战后还是不太一样，有个什么巨大差别呢？某种意义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出现的现代主义艺术，也可以称之为精英主义艺术。对，画家们的精英。那么，热爱这艺术品的人，那么当然也就成为精英。他们互相定义。但二战以后，就出现了什么结果呢？所谓精英主义时代的艺术，你的作品可能是被商业化。但是艺术它本人不能够为商业化而商业化，在某种意义上，那个年代的状况是这样的：是市场挑选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挑选市场。那就看你幸不幸运了。你幸运了，你被挑选了；你不幸了，就不能被挑选了。所以才出现那么多悲剧：梵高的悲剧，莫里尼亚里的悲剧，是吧？这个樊东根的悲剧。但是谁开始改变的？毕加索，他够长命。所以毕加索也是个操作高手，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毕加索仍然在一个艺术本体上在推进，是吧？他的立体主义，他的 Cubism 还是有他的一种原创的概念在里面。但是到了安迪沃霍把这个改变，就是说村上隆更加改变了，就进一步把艺术推广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式来操作的时候，把商品流通作为一个方式来操作的时候。艺术家开始变成一个商人，或者说艺术家的身份从精英的原创身份转向一个特殊的商人身份，这是一个很大差别。这个是的确是二战以后才出现，所以我们一般的描述是二战以后出现了一个潮流。这个商业化的潮流和二战以前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些艺术家其实他。非常明确的在用某种商业方式来操作，而且，当我们讲这个商业方式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非常清楚的解释，它这个商业操作的套路是一个操作呢，还是一个讽刺呢？比如说，安迪沃霍，我们可以把安迪沃霍的作品解释成讽刺。你大众需要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断复印的，视网印刷出来的。而且现场他不监控的，谁监控？他母亲监控。他母亲说：“亲爱的儿子啊，你这个视网印刷来的彩色对不对啊？”啊，你说对就对了，没关系的。亲爱的儿子啊，你的画要签名啊，你帮我签吧。那是你的话，你帮我签没问题的。而且他让大家都知道，他在挑衅公众的爱好。这个挑衅又很成功的成为一种艺术前卫的标志。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界限开始模糊了。由于界限模糊了，
所以二战以后，随着安迪沃霍出现以后，我们发现艺术理论也面临重大挑战。嗯，我们已经无法用传统的精英主义的现代主义的那种概念去定义艺术了。嗯，我们怎么定义安迪沃霍呢？比如说我提一个问题，这个安迪沃霍是个天才还是个白痴呢？你说吗？你说他是白痴吗？有道理的不？比如说安迪沃霍是著名的录像艺术的鼻祖，对不对？对。索尼公司生产了一个锂电池，可以连续工作7个小时到8个小时。安迪沃霍就把这个录像机买回来，把电池买回来，然后把录像机架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对着自己开机，一直开到电池完了为止。嗯，这是他第一部录像作品。嗯，你看了，你有本事看7个小时呢？他在床上睡觉啊，打鼾呢、啊，然后又把这个录像机搬到街上去，对着街头什么地方又拍，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又是把那电池全部耗完，对不对？啊，但是天才，嗯，怎么为什么这样解释？没人想到。安迪沃霍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干掉了所有电影语言啊，剪辑啊，编辑啊，对，镜头啊，全部干掉了。故事性、叙事性是吧？他把所有电影的成就全部颠覆掉了，天才。但是这需要智慧吗？这只需要敢不敢做嘛？对啊，你不做，他不做，他做的那就他的，你再做行不行？不行，而且要够无聊，不行，你做的肯定不行，因为他做了啊，对，嗯，他做了，他为什么能做？因为他是白痴，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你不要以为他在推翻电影的这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懂，他纯粹可能是觉得好玩，对他就好玩。安迪沃霍说了，我要15分钟知道一个名人，嗯，或者我出名只有15分钟，啊、嗯，怎么办呢？很容易啊，买断一个电视频道的一个时段呢，嗯。嗯，有一段时间他买了啊，黄金时间5分钟，安迪沃霍时间，大家吃完饭无聊的看他啊，他也不知道干嘛，对啊，看他吃那个吃东西啊，看他很无聊，面包那个汉堡包，对不对、嗯？很无聊，但是他实现了，因为大家都在电视上看他，他就很出名了。嗯，他说我只出名只需要15分钟，我不需要多，嗯，而且我15分钟就能出名啊。那么他需要所有的举动，天才吗？是天才。白痴吗？是白痴。嗯、你忽然发现，安迪沃霍就是个天才和白痴。嗯，你说他白痴，你有充分道理；你说他天才，你有充分道理。嗯，都对。所以，理论家们就着急了。那个著名的丹托啊、嗯，就说自从安迪沃霍1964年把那个布鲁诺的包装箱搬到展览厅的时候、嗯，艺术理论面临重大挑战，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定义艺术。嗯，什么是艺术呢？为什么呢？安迪沃霍把那个现成的包装箱搬到展览厅里就成了作品。嗯，你不要看不起我，今天如果你拥有这个箱子，你就是百万富翁，因为那很值钱。对对对。但你到外面去搬一个不行啊。啊。于是艺术理论这边就回答一个问题：现成品为什么会成为艺术？嗯。而且这个概念跟杜尚还不一样吗？嗯。跟杜尚还不一样，因为杜尚是杜尚的问题吗？安迪沃霍这个是安迪沃霍的问题吗？嗯。所以。这个聪明的丹托啊，这是个哲学家，从哲学进入艺术理论的，研究康德哲学的这个丹托，他那个叫做什么？艺术之后的艺术叫做、The End After the End of Art，、嗯、我记得一个英文书的名字、丹托就说，1964年是一个标志，嗯，标志什么呢？艺术死了，嗯，啊，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废话，因为尼采已经说了，上帝死了。那个法国学院派画家，那个叫做德拉罗斯是吧？嗯，好像是叫德拉罗斯。嗯哼。面对摄影的时候，面对达盖摄影版的照片的时候，他说绘画死。嗯哼。1964年，丹托宣布艺术死。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家贝尔廷，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宣布艺术死了。嗯哼。所以我说这就是伟大的。名言，大家不要太讲究啊。但是呢，丹托还不完全说是艺术死了的意思，他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我们，我们要开始改变对艺术的定义，否则我们不能解释这个盒子从一个普通的地方搬到展览厅的时候它成为艺术品。嗯，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艺术，因为它推翻了以前的所有定义。嗯，丹托的研究从这里开始，他说1964年是个标志、嗯，从一个天才和白痴开始，是吧？嗯，这个动作也是个天才动作，也是个白痴动作。他一开始定义，当然
这个丹托经过一番哲学推理和逻辑判断以后也得出他的结论。嗯，他的结论的结果引起更大的争议，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安迪沃霍的这个举动开始告诉我们听，我们已经不能从传统的精神的或者美学的或者哲学的或者语言的等等等等的角度去定义艺术。嗯，今天定入艺术是一个制度，嗯，是一个现场。也就是说，丹托的意思是，首先我作为策展人，我选了安迪沃霍参展，嗯，没有选你，嗯，我没有选你，你就不是艺术家，你就走到一边去。啊哈，我选的是他。啊哈，于是他说，丹托提醒我们，第一个，他选了他，不选你。那么他为什么选你呢？为什么选安迪沃霍呢？他是艺术家。嗯，为什么不选你呢？你不是艺术家。而我为什么能够有资格选你，而你又能够被选上呢？因为我代表一个制度。嗯，我是博物馆制度的一个代理，我代表展览场地。嗯，然后我选了你呢，你的作品进入这个现场，在现场里面，你的现成品就成为艺术了，因为你在这个特定的现场。对，当我把这个盒子搬到场外，是不是艺术品？不是艺术品。所以呢，丹托就说了，原有的艺术史，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有的定义艺术的解释失效了。嗯，丹托的提醒我们说，安迪沃霍1964年把这个盒子搬到展览厅以后，就导致了新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对于艺术的定义要来自一个制度，嗯，来自策展人，来自博物馆的馆长，嗯。来自你以前已经被定义为前卫艺术家，你已经获得这样的名声，对，同时你的作品要进现场。现场就是定义艺术的最重要的地方，不进入是不是艺术？不是艺术。哪怕你告诉我你的东西很精彩，你不进入现场就什么都不是。嗯，所以传统的那个过分迷信、过分相信梵高故事的人，以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凭着伟大的心灵每天在为未来画画，这是一个过期的神话。嗯，我们待在家里没事干了，去创造伟大的艺术品，100年后被承认了，然后告诉我们听，所有艺术家再次都不会被承认的，他们必须等100年后被承认。1964年，丹托告诉我们听，安迪沃霍一个白痴的行为宣布这样的结论是荒唐无比的，我们不要再沉浸这种奇怪的艺术梦想里面。嗯，当然了，当丹托这样解释的时候，又引来新的争论。嗯，那岂不是所有进入艺术制度和现场的人，首先要博弈的不是自己的精神的创造能力，而是跟这个体制的权力打交道。对，那权力腐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个策展人就具有公正之心呢？我们要如何论证，作为一个策展人，他来策划这个艺术品的时候是出于某种精神价值的考虑呢？嗯，我们只能说这个策展人是学艺术策展出身的，是博物馆馆长出身的，或者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嗯，那么这个现场你控制的，它是你的。那么权力岂不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抹杀艺术吗？对，那丹托又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又是成了新的问题，所以于是又出现，就不停的在发展，又出现新的艺术家，他们要反对制度，对，反对被策展，对，反对制度批判，进入现场，你在现场摆艺术品，我在博物馆门口拉大便，啊，行不行？那有人这样做啊？那小便也好，是吧？但是当他在博物馆的门外做一些荒唐行为的时候，艺术批评家告诉我们听，艺术美术馆的场外也是我们所确定的场域。这个这里能不能到月亮拉大便呢？你有本事到月亮拉大便，我们也承认月亮是博物馆之一的博物馆的场所。这个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了，那个大地艺术。大地艺术，我们下次再聊。好，谢谢。Peace out.